中午好呀，家人们，今天早上忙飞我了，都忘记分享了，那么就从午饭开始吧。今日呢就食呢拍戏厂最常常食嘅叉烧鸭饭，咁仲配埋呢佢嘅例汤。试下先。今天吃饭时间是早了很多，3点多。能这么早吃午饭真的难得又开心，肉吃起来都更香了。木耳加菜好好吃。叉烧饭的灵魂，我知道有很多人是非常不喜欢它，但我很爱它。那就先来一大口啦。玉米是粗粮，很健康，叉烧甜甜的，肉汁都在饭上了，能一口一口好好吃饭太幸福了，吃饱饱的又要去工作了，加油加油。今天下班想放纵一次，去外面弄美美的指甲，其实就是想偷个懒。这家美甲店是新开的，环境干净舒服，小姐姐很贴心，给我换上了一双拖鞋。太好了，小姐姐帮我整，整个指甲2分钟不够就洗完了，多干净，夹心多好。变个魔术。太好了，别人做的就是不一样，你看一下。来吧，大家，我觉得这个不错，主要就是快，又好看。来吧。